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.0 卡池爆料，雷神索尔即将 up， 新圣遗物强度离谱， 5.0 新圣遗物削弱，草龙挂水回血，水系被针对， 5.1 层女风系登场。原神封丹 5.0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马拉尼、基尼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、角色、深渊等相关消息也终于出炉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5.0 版本新圣遗物的相关消息了。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5.0 版本会有两套新圣遗物登场，其中黑曜秘典两件套伤害提高，从原来的20降低到了15，另一套进城勇者会卷四件套的效果中，所有元素伤害加成与物理伤害加成从原来的15降到了12，夜魂加持下给予的提升从30降到了28，简单来说就是增伤各砍 5%。 而说起 5.0 纳塔的星城女角色恰斯卡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。恰斯卡在纳塔的新 PV 中身上是冰系的神之眼，很多玩家们也一致以为恰斯卡是五星冰系角色，登场的时间据说在 5.1 卡池。有关于恰斯卡的定位也发生了大反转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恰斯卡是风系，并且还是四星。除此之外就是纳塔新 BOSS 机制的相关消息了。纳塔的新 BOSS 尼野龙山王，也就是草龙，不仅拥有高达400万的血量，还有个特殊机制，据说身上挂水的时候会100%回血，相反挂火的时候会掉血，倒是有点针对水龙王纳维莱特的感觉了，其他水 C 就更难受了，不过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毕竟版本跨度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在 5.0 版本中将会引入两套全新的圣遗物，他们直接提升了奈塔角色的整体暴击率。然而考虑到枫丹是一个高贵的水系角色，奈塔角色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更加高贵了，现在增加了每个砍击的伤害提升 5%， 但整体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每个版本都有关于数值膨胀的传闻，而对于内塔来说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，除非每个人都具备水龙王般的力量。根据大佬的消息，在 5.1 版本中卡池将会出现炎系的两位成女角色希诺宁和恰斯卡，这次的角色定位发生了一些反转。希诺宁在早期被提及为炎湾夜定位，但现在成为了炎府的存在，这让玩家们更期待他能够成为炎系的救世主。而恰斯卡则从冰系转变为了风系，这样一来莱欧斯利和申赫的复刻概率就大大提高了，否则在同一个卡池中会有两个冰系角色，这对于想要抽到新角色的玩家来说肯定不太理想。根据暂定的安排， 5.0 版本的卡池将如下所示，上半卡池为马拉尼和万叶，下半卡池为基尼奇和雷电将军。可以说这次的卡池复刻确实很有趣，由于马拉尼是水系角色，这导致叶兰提前一个版本进行了复刻，然而这并不影响玩家对叶兰在 4.8 下半版本复刻的抽取意愿。雷电将军在下半卡池复刻有些出人意料，因为将其安排在上半卡池可能更友好一些。这两位新的五星角色的强度目前还在调整中，在 VR 测试服版本中已经进行了一些削弱，部分旅行者表示支持这种调整，因为如果不削弱就会直接影响到老角色的价值。